看一下这个颜色啊，刷好之后一定不能有疙瘩，有疙瘩的话，这个模具就刷了，就是这个脱模剂就显得有点稠了，不能有疙瘩，一定要注意。刷完之后用一个抹布，干净的抹布打磨一下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光泽，仔细看啊，看没，有明显的变化，看到没？